行表演发生了惊险擦撞意外，三架飞机他们表演转弯翻转，但其中一架转错方向了，机翼撞在一块。三架飞机进行空中特技表演，但中间的飞机突然一个转弯，直接擦撞下方飞机。再看一次画面，第二架飞机明显转错方向，机翼和下面的飞机撞在了一起，画面令人触目惊心。降落后机翼明显受损，折断了一部分，其中一架飞机的螺旋桨也不能正常运作。这起飞行中的意外发生在印度班加罗尔，来自捷克的特技飞行队进行翻转表演的时候，明显出现失误。幸好飞机平安降落，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惊险的一瞬间，让在场观众全都捏了把冷汗。